吴无羡，怎么又是你？我还想问呢，怎么又是你？无故出手，你疯了吗？什么叫无故出手？我打的就是你，你恼羞成怒，抓我师姐干什么？我不抓住他，难道让他一个人在山里乱跑吗？ 红军，怎么回事？子轩，是不是那个姓魏的又找你麻烦了？你先别管，站住！怎么，还想打？姓魏的，你什么意思？三番两次找子轩麻烦。你谁呀？你居然不知道我是谁？ 我为什么要知道你是谁？你，淑母，母亲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少自作多情，谁说我是来看你？阿离，你怎么这副模样？多谢夫人，我没事。 是不是这臭小子又欺负你了？没有。子轩，你要死吗？你出门之前是怎么答应我的？我不管令郎之前答应了金夫人什么，但从今天起，他跟我师姐就是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了。魏无羡，我叔母可是你的长辈，你这么说话，是不是有点太狂妄了？ 我并非针对金夫人，而是你堂弟三番两次对我师姐恶语相向，我云梦僵尸若还能忍的话，就枉为世家。狂妄在何处啊？你有何处不狂妄？今天可是百家围猎的大日子，你风头出得很呢、啊，三成的猎物被你一个人给占了，是不是很得意啊？古往今来，历代围猎从未有一条规矩，是不许一个人猎太多。 阴风才说，阿羡不守规矩，他不守的究竟是哪一条规矩呢？姜姑娘，这句话你就说的不对了。有些规矩虽然没有写出来，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清楚得很，而且遵守得很好。没错，猎场总共才有多少猎物？500有没有？参加围猎的有多少人？5000不止，原本就抢破了头。 他一个人就占走了这么多猎物，你们说，让别人怎么办？别人猎不到也并不是他的错吧？围猎只关乎于实力，阿羡所用法子虽和别人不同，但也是他自己修炼出来的本事，总不能因为旁人无缘那三分之一的猎物，就说他是邪魔歪道吧？况且，围猎就围猎，为何拿家教说事？ 阿羡是我云梦僵尸子弟，自小同我姐弟二人一起长大，情欲手足，你托孤儿出家仆之子，是我不能接受，因此，还希望金子勋公子向我云梦僵尸魏无羡道歉。海。 小事就不要生气了，金夫人，阿羡是我弟弟，旁人辱他于我而言不是小事。子轩，听到了吗？叔母，没有，放下心情。 子虚，想必朱夫人不知，魏墨在心不是很好，在这里跟你消耗了这么多的时间，我现在只给你个三舍，三。
就是几个温室的修士吗？你要想要，拿去便是。我可不想在这里跟你纠缠，你自己去穷其他找去吧。你看你，早说不就好了吗？何方道？